但是拿到终极武器有什么用呢？你又要干什么？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你又干什么来了？我得先让你们再死一个人，要不然我们赢不了。听说你挺厉害的。你才知道，说碰上就死是吧？周九良，果然是狙给他，狙到哪儿了？这儿了。哦，火箭炮，干他们，干！好帅呀你！啊，拿着炮的男人好帅呀！我不要抢你的光环。啊，突然间觉得很飒啊。对对，有点飒，有点那劲儿。我去，他手里拿着一武器。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打中了。什么呀？完了，结束了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不知道啊。结束了。打到没有啊？他什么意思？结束了。没有，并没有。什么呀？我去，是结束了。什么呀？我看了个寂寞。刚才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他发了一炮，发了个寂寞，就发到这儿了。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您别老跟傻子玩，行不行？重来，哥，别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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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玩啊？别动。他们为什么那么卯他呀？看他不顺眼。你刚才追我那劲儿呢？他刚才追我那劲儿呢？追的我在这绕了八圈，嗷嗷跑。这样吧，咱俩啊约定一下，你站定了，我能打着你，就算你中了；我要打不到你，这炮就无效。我能躲吗？你身上可以躲，脚不能动。我凭什么？我给你试一下，你知道多难打中吗？太难了，这炮弹太难了，这炮弹。对，就这程度了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咱不输耍赖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终极决战，他要干他了啊！等一下，打着就算你赢，打不着就不笑，不能算我失误。打不着就炮就不要了。我站着我也是有要求的，我不是白站，对不对？说出你的要求。咱俩一人放一炮嘛，你放一炮，我放一雷嘛。那我也得让你扔啊，让裁判来说，这行不行？怎么办？你就别动，你也别动。死一个，今天必须死一个就完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我先让你开炮。你他可往前了啊！他可往出杵了。哎，这个距离只能我只能打到这儿，只能打到这儿。这是炮的射程，人家写着呢，3.5米。你胳膊白使，你还能往出送呢？我炮能扔出去吗？你万一这么扔，那行啊？你什么玩意儿？你看他这上面写着距离哈。1米，2米。没打着，没打着，我没放的还。哎，算不算导演？这算吧。没扔，你还没扔，还想咋扔？轮老，你还想多明显？你还要多么明显？
这算了吗？这算了吗？这算不算？你该让我炸一回了吧？你那你回到原点去，炸他！我去，是个老爷们儿啊！是老爷们儿，脚别动啊！没动吧？我没动。好。我去，我又看了个寂寞，你们俩玩呢这儿。我俩我以为很精彩呢，我以为很精彩，我以为你在你们这儿会加广告呢，你加个屁呀、啊、加。我第一次玩这么弱智套，我试一下，我看有多么的难。摁一下。你站你那儿去来。好，剧情开始反转了，各位，他拿着迫击棒。哥，我守护你，有一种爱叫做长相厮守，有一种爱叫等等。我现在我等你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不离开你半步。哎，老秦，老秦，干嘛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是秦霄贤。有笔吗？你说我记，你说我记，我听不见，这是没有免提。你再来一回啊！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。再说，四六八七六五，四六八七六五，五九八四六五，三二一，一二三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。我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二一一一的一。别说话，你别说话。孟哥，孟哥，啊，救我！你别过来，你臭不要脸的。哥，有一种爱叫等等，等我。有一种感情叫做等等，有一种爱叫等等，有一种爱叫等等。我现在我等你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不离开你半步。在哪儿呢？你爹，咱们可以同归于尽。孟哥，哎，我在哪儿呢？我知道有一个密码。咋的了？知道一密码。什么密码？几号？身份证88888880426。我觉得是这个，只剩这个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冯北先生，你别过来啊！看着亮了吗？呼呼。哥，好帅呀！我在操纵他呀。哥，给你摁一下，摁下。哇！咱有什么装饰办法吗？没了，没了。哇，好有科技感呢。要拿到了就让他崩我，你带着月哥跑。我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火箭筒吗？这不会像那个射程一样给人打？你可以拿我试一下。好。这是什么一个惩罚？使用本武器击中对方，可使对方原地暂时五分钟，且无法被其他机器人解救。解救，就五分钟啊？没他那三十分钟过瘾呢。好，半小时时间到，月月解封。哥，我们的爱是不是还在？因为我没有离开。跟我走。这么粗鲁吗？能跟我走吗？可以。好痛。哎，玩吧。要走出这个劲儿哦。